我现在写字。你要写字啊？好。你要写什么字？普拉列鲁。普拉列鲁啊？可是普拉列鲁我不会写，我只会写台湾的字。没关系，你先学台湾的字。先把笔拿好哦，先把笔拿好。怎么了？你手粘到什么东西？毛。毛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就飞走了。你用电风扇吹走啊。好。我看一下你写的字哦。你这是什么字啊？好吧，看不懂哎。不过，可能是爸爸会的字太少吧，所以看不懂。说不定妈妈就看得懂了、哦，她懂你写什么字哦。火车。你写火车啊、哦？好，那你继续写吧。你愿意拿笔写字，爸爸蛮开心的。你要写的什么？那你写自己的号码。你写四号，你写四，先写数字。弟弟写四。四会不会写？这个空间太小了。那也换。你看，这我看的就是爸爸妈妈啊。对对对，你先写四，先写数字四。我不会写数字四。真的哦？那你会写哪个数字？好像是这样。没关系，你就写一个你会的数字就好了。看一下你写什么？你在写数字四啊？你的四好特别啊，都跟爸爸印象中的不太一样哎。写好了吗？这个是四吗？嗯。好哦，好哦。四。没关系啦。